哟，大家早安！我现在人在台中，没错，因为今天早上的拍摄太早了，所以我前一天呢就先下来台中住了一晚。然后今天呢就是我们中油百货的广告拍摄啦。那今天应该要跟他们一起完成27公里的接力赛。那过程呢，每一棒我都会跟大家一起参与，然后也希望我用镜头记录给你们看一下，在广告拍摄的幕后花絮到底都在干嘛嘞？那我们就跟我一起到中油百货吧。我到中油百货啦。那我们今天的活动，中油购物节，所以才会有这次的广告拍摄。然后今天呢，准备就是跟27个人一起完成27公里的接力赛。好，现在时间已经差不多了，然后我们赶快去跟大家一起集合吧。现在是第一棒的交棒，是一个帅帅的专柜专员，然后传棒给总经理。第一棒，下一棒才会有我的镜头。你好好跑步，待会换我跑了啊 ！Go go go！ 第一个画面拍完了，这是王经理。我刚刚是他的陪跑员，我们拍完第一棒交接画面，然后我们现在去，那是第二棒吧，放送局。其实我对台中有点不熟。OK， 好了，放送局见。我们现在第二站来到了，这边叫做台中放送局。发现台体就在隔壁耶，同学们你们在哪？然后待会我们应该会在这个放送局这边拍个画面。三棒，拍完了，好热，太阳好大。嗨，我们要拍第几棒？第四棒对吧？对。然后我们现在到，这个是什么？圣母桥。但是我们下车错地方了，我们现在走去对岸。太阳太大了，今天的台中天气有点太好了。待会我们就要在这个桥上一直冲刺。我们说，中友购物节精彩零距离。就这样。对。好啊，你有活力啊。好了，好不好？购物节啊，中友购物节好。一二三。中友购物节精彩零距离。再一次。好，我们再一次哦。好。一二三。中友购物节精彩零距离。好，谢谢。二三，我们现在这一棒来到了乐成功，大家在这边演出一下接棒的动作。拍了3-4个小时，现在到了第7个镜头，我们总共15个卡，然后现在是第7个。我们这个桥段呢要在桥下，然后拍一个这个棒的接力员呢会被狗追，然后我要赶快跑走，让他在后面自己被狗追，所以待会就是我会冲走，然后陈燕在这边，他就会在后面跑给狗追。3。我们这一趴已经结束了，对，我们太棒了，演得太好了，这些狗吃饭了，耶，我们可以吃饭了。耶耶，我们吃饱麦当劳，然后现在是下午的第一场戏，现在是12点半而已，看角色都来啦。那我要陪他们一起。我们要去下一站了 ，Next Station。
好，我们这一棒来到了是台中的潭雅神驿道吗？不太确定，它蛮酷的，从这里一直线到后面都是脚踏车道，超远，你看超直的，全部都是。然后我们这边是拍摄16、17、18棒，待会好像会跟小朋友一起合作，就是请他们拿气球。你看帅一次给我看吗？帅一次吗？对，想要看怎么样？太帅气了。我们先坐那个气球的干嘛？你在干嘛？现在这画面，他们在补镜头，特写一下气球。拍小孩最难的结束了，应该没有更难的了吧？有丝哎，但有在看。Right， 你也不离一下吧？你等下站好，等下站好。我一跑全程就很尴尬。哇哇！太新生了，太拍广告，拍广告，拍广告。看起来有吗？有。看到吗？调整你的呼吸，深呼吸。这我第一次来洲际棒球场，哎，身为一个兄弟象的球迷，竟然第一次来到洲际棒球场，很大哎，超级漂亮。然后我们待会在这边会有一棒要拍，刚刚的那个帅哥要接给一个另外一个帅哥。OK， 这边有个传棒，洲际棒球场，走吧，去拍摄 ，Go Go。看我们一早一起拍摄，他已经回来上一轮班了，对，太酷了，而且我们还没拍完，还有三个镜头吧，对，耶、最后了，快结束了，最后一趟，你看超多人，这些都是我们今天一起完成27个人接力的所有人。那我们要一起冲线，然后迎接。我们要冲向终点啦！大家好，我是 Alan， 我是你的教练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铃铛，只会帅。